到那个小铃铛，铁板面60块，有 CP 值哦，九个五人，大家赶快翻。对啊，还有这个。来了要赶快吃，那小胡同小胡同就好吃，哎，那个叉子给我，看，等下饮料没有再跟他讲一下吧。对啊，没有东西可以喝，先吃啊。对，我刚喝过，刚好喝的。它的酱就是很浓啊，这是平价，平价好吃，有 CP 值，我看酱。OK， 我转过来了。早就很够稳，很够稳。那汤也适中，就是适中，就是味道，就是说。味道就拿了拿一个刚刚好，真的是很棒，很有 CP 值的、啊，还是一个有味的蛋。我们要先吃啊，回家讲，人家又不难，就不好吃的，拜拜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